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！你在走对路。本集节目由小时翠翠赞助播出，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姜饼屋故事礼盒，马上就要完售咯，想要的大家赶快到资讯栏的链接去看看吧。拜拜。喂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世杰。大家好，我是沙顿。现在呢，我们刚送完黄雷梦去幼儿园，没错。然后呢，我们发现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每天早上都要早起载黄雷梦去上学，载黄雷梦去上学到上班这之间呢，有一个空档。没错。所以我们决定啊，我们要来做这个生小孩之后想做但是没有办法做的事情100件。没错。然后这支影片呢，应该算是我们的一个前导片的感觉。哎。所以我们今天、要来做陈川坚持要第一件做的事情。就是要去溜自拍门。好，这公园是台中的健康公园，这个公看起来没有很健康。哦，我们找到一个有很大的溜冰场的公园，超酷的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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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他是不是以为你在呼唤他？好的，我们接下来要去这间公园对面的自拍轮店买自拍轮。他是说为什么这么想溜自拍轮？我想当物质本因啊。OK， 我们买到我们自拍轮了，陈川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啊？有点紧张，本来很兴奋，现在真的要去溜以后觉得有点怕，万一摔个骨头天怎么办？我很帅气的跟他说，不用，我们不需要教学。他说会溜吗？我说会。会。快点啊，去溜溜看啊！如果导师都摔乱七八糟，我应该就不用进去了。快点，高速奔十圈。回来啊，太太。好玩，好玩。换你。怎么办？比我想象中的难一点点。实在没很喜欢会跌倒的运动。先慢慢溜啊，保持平衡。OK， 侧着，侧着，侧着，因为它是斜的，它是斜的，侧着，侧着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轮子要侧着，斜坡的坡度。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！你在走对路。往前进。这感觉像是往前踢东西，对对对。东西。往前踢，对，往前踢踢，对对对对对，很棒很棒很棒。小心哦、喔！我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斜。你要尝试的去张场中央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用溜的，用滑的就好，滑的就好。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达成了。嘿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我有一种回到小二的感觉，特别的青春。我怎么回到一岁的感觉，还不太会走路。会啦，会慢慢上手啦。好，今天的练习量就这样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妈妈，为什么你要拍？我要偷拍你。Day 2，还是先来练习一下直排轮，在家里附近找到一个，哎呦，小小的场地。我觉得这样很够我们用了。哎，应该是、可以了。好。我们已经完成我们今日份的自拍轮练习了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去做生小孩之后想做一直没有做的事情。第二件就是要去10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台中约会的时候，黄一杰带我去吃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到了，是南屯传统市场，第一次约会就带我来菜市场的人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找的东西呢是在菜市场深处。狗狗。真的是很不错，因为我记得真的很好吃。嘿，全部都来了，一个河粉。
个春卷，然后还有个法国面包，还有一杯咖啡牛奶。我记得四年前非常好吃，能让我愿意就是来菜市场。我们外带半个法国面包。拜拜，爱你。好，今天是我们生小孩之后想做却没有做的事。Day three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自拍轮休息一天。好，我们今天主题是要来做被遗忘了很久的 DIY。没错。嘿，这个是我好几个月以前买的，应该是一个灯吧。灯哦。什么玩意？看起来像时钟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请的尤尾白资源哈。对，这个框，然后有个电源的感觉，然后这边是一堆杂物。哦，我有点想起来了，这好像是一个可以用这个塑一个什么形之类的东西。嗯哼，应该是灯没错。对，哦，首先从这个遥控器上面的图形判断，我觉得应该是灯没有错。嗯。把刮刀，三支笔，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？前面是一把有点像钢刷的东西，白胶、亚克力颜料跟一个钢丝绒盘子跟一包土，然后这个盒子有任何资讯，也没有任何的说明书。解谜游戏，我买了解谜游戏。你在买的官网上应该会有说明吧？然后我找到了，它有一个教学影片，这个东西是一个月球灯。OK， 我们搞懂怎么用了。首先，先把这个。先拆下来，就是在上面绘制一个立体的这个星球表面，再塞回去那个地面，哦，灯打开就哦就很漂亮的。然后这个就是这个皮土吧。我在想说是什么？嗯，它不是皮土，它是有点像什么刷的感觉，加上大量的白胶，把它混合均匀。薄薄的上面打一层底，打底的部分我还是可以。那个颗粒蛮干扰的。为什么我们两夫妻在那边做生小孩之后想做却没有做的事情，又要把腰被打烂？你在我们两个婚姻里面真的是横生一脚。第二坨。好，陈川。接下来要创造我们这个月球的表面，然后陨石坑，陨石坑就是放一坨，然后拿出它这根金属棒棒，在中间挖一个洞，然后再把边边就是啊，稍微往旁边这样，再往旁边拨一拨，我们这边做一个大陨石坑，右转，嗯，现在先这样，帮我去割挖陨石。这又不是他生小孩之后想做却没有做的事，闲着闲着嘛，可怜呐。好了，目前觉得怎么样啊？目前觉得有点平均。对了，然后准备一堆这个碎丸子，我们要来盖建筑。路是凹下去还是凸出来的？凸出来说是把旁边的沙子往外泼啊，这看起来有点像。嘟嘟，好，我们做的星球做好了，这已经不太像月球了，好像就是上面有一个这个小聚落啊，大家在这边上班摆晃这样子。接下来应该想办法把它吹干，再上色这样。吹干。好啊，接下来开始上色啊。首先应该是要把它画的像是一颗球一样，所以我们就是大概这边是最亮，然后这边变比较暗这样子。
终于完成这个，月亮跟上面的这个小聚落，太阳下山的地方已经开灯了，这个立体感，好，终于组合起来，好，准备关灯 ，open。哎，我觉得蛮圆的啊。房子立体感是蛮强的，隐约看得到那个坑里面有房子，不错吧？嗯，就这样，下班，坐太久了，困了，坐太久了，要睡午觉，要去睡了，可以去睡，困了。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我们今天又到了我们第一天来的健康公园练习直排轮，他刚刚看了很多教学影片，现在在练习走路。可能觉得我的教法太抽象，意外的对跟我一起丢直排轮这件事情非常认真。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要吃台中大面羹，因为陈川不喜欢，我已经5年多没吃大面羹了。然后这间下午1点就关门。还有的，没错，根本没有吃到它的机会。咚咚，这就是大面羹，好像是一种碱面，碱面，软软烂烂的这样子。他们有好多好多小菜，小菜看起来很好吃。妈妈煮完妈妈隔天的油面。屁。还是吃不懂。小时候吃的更烂。哦，真的，这已经很烂了。小时候吃那个有卖臭豆腐跟大面羹的餐车，吃宵夜的时候会开进巷子里面。宵夜感觉好像不错啦。宵夜的味道。吃完了。拜拜。嗨，这个是生小孩后想做没做的事第5天，我们来到了台中公园，好神秘，来做一件这个我之前意外看到，觉得说哦，竟然可以这么做的事情。来干嘛呢？放松手，放松手。哦，好可爱。好可爱！所以我们要来划船。台中公园有个湖，这边可以划船。真的可以吗？应该会吧。然后每天一大早就可以来哦，6点就开放的样子。好酷！哦，真的可以划哎！坐这里的。好，坐下来。先给他固定一个点，不要跑，老去的，让我牵绳就好了。好，你不用拨奈斯，拨是很费力，拨牵绳就好了。OK。啊，拨完的时候哈，休息的话，脚这样碰翻会掉水里面，要往里面收，往里面。OK。大哥，拜拜。对，两手一起玩。对了。喂。我要前进了吗？我好怕，我发现我其实很怕坐船。我不会游泳，现在有点害怕。哦，你后面有一群这是送行的鸽子。哇！我要哭了。没气力。哦，中间这个亭很漂亮哎，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，但我内心现在在震荡。在那边玩呢，这是你的手机哦。我跟你交往那么久，你都没有带我来这里约会过啊？谁会来中高学约会？不会吗？没有钱的学生不会来吗？这个是个老地标，不会啊。我们现在是要去穿过那个桥吗？不会撞住吧？你要不要滑？我想滑滑看你。好。
坐好，坐好。坐。哎，你现在船尾吃水超顺。你是不是很会划船？哎。我现在去找那两只鸭子。哎。吃鸭蛋。哎。不是，旁边有一颗鸭蛋，它没有煮草哎，它就这样随意的把它放在旁边。水啊，我先。好啦，努力滑回去啊！嘿，谢谢。哪会？我终于脚踏实地了，可怕哎、欸！成功！对了，好了，我们上岸了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我们五天的生小孩之后想做却没有做的事。啊，我觉得是这个有点累。可是我觉得有一种一直在许愿跟达成愿望的感觉还不错。哦，确实。对不对？哦，就是要努力才做到，要提起劲来才做到的事情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好，那就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坚持下去。嗯。那之后应该会在陈川的 IG 里面更新，希望我办法支持。Hello， 这一面都变打败。好，最后再来工商一下，就是我自己的品牌小时翠翠呢，现在的姜饼屋故事礼盒只剩下一点点咯，所以如果想要在圣诞节跟家人还有自己的小朋友一起做的话，现在赶快下单咯。那连结的部分呢，我会放在资讯栏里面，大家记得点开来看看咯。那里有一个小鸟的阿伯，天哪，他整身造型跟这个场景实在是有够搭的。